感谢关注。哈萨克斯坦是一个亚洲国家，但它是一个地跨欧亚的亚洲国家，因此对于欧洲世界、对西方世界，哈萨克斯坦总是充满了一种羡慕、嫉妒、恨，有的是对西方的情结一样。目前，哈萨克斯坦参加了一系列的欧洲的文体活动啊。目前，哈萨克斯坦的高等教育也在积极地纳入到欧洲的标准之一，就是欧标的符合欧标的大学学历。目前，哈萨克斯坦正在根据欧标波罗尼亚进程的标准来进行哈萨克斯坦大学的课程设置，以教学及毕业论文和毕业证及成绩的认可度的排名。